这是我昨天设计的一块地，就是我要种向日葵的这块地，前边种南瓜，中间是爬藤豆角通道，两边种向日葵。今天休息，打算收拾这块去年种甘蓝的地。这块地种的有韭菜，去年秋天已经把右边的那块地收拾完了，里边种的胡萝卜、洋葱还有菠菜。一个人种菜就得计划着来种菜，半个小时就收拾好了，很多地方土还是冻着呢。每次收拾地都要拿两个桶，一个桶里放杂草，桶里放荨麻。今天用这半桶荨麻做水肥，等土化了我再施肥，还要往盒子里多加一点土。那些枯枝放到鸡肥的桶里，我每块地旁边都有堆肥桶。这块地今年要种玉米，用雪化了的水倒进荨麻桶里，把荨麻水放到有阳光的地方放置几个礼拜，盖上盖让它充分的发酵。这是一个又便宜质量又好的水肥，1:10兑水给菜菜施肥。我每天都享受着种菜的幸福。